哎呦天，你们看我这黑眼圈儿，哎呦，这儿都到这儿了，这黑眼圈儿。哎，我昨天晚上没有睡好，我现在瞅到西哥，我就真的我来一气，那个气就不打一出来，可怎么办？不是我咋惹你了？是你咋惹我了？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吗？哎呀，我给你们看看西哥那个悠哉的那个样儿哈，然后我这儿是又困又累又疲惫，他倒好，可悠哉了。我给你们看一眼啊，多么悠哉的躺在吊篮里边，然后看着书，这家伙是不是你就缺一杯茶了？要不您给我倒了吧，再来点点啊。你看得见我的眼神吗？真的，我就想弄个白眼，如果有能瞪死人，我估计你死了800次了。我说你怎么了？今儿这么苦大仇深啊？你说呢？你心里没点数啊？怎么了？我真不知道啊。你说说就饱。你看我这大黑眼圈，比你的黑眼圈都重了。不是你昨天什么情况啊？你知道你昨天晚上哈，那个呼噜就没断过，从躺到床上那一刻2秒钟你就睡着了，然后我还跟你说话了，你知道吗？然后你下一秒就睡着了，睡着之后呢，你倒是睡呀，你睡吧，你还打呼噜，一直打一直打，我这一宿我就没睡着觉。我昨晚是睡挺香的，我倒是不知道，对。你是不知道，你睡得挺香。我呢，大哥，你知道，就是那种睡不着的感觉，然后还听着你打呼噜那种感觉，你觉得心情有多糟糕吗？我就恨不得真的，啊，我真想给你一脚踹到床底下去。我，你这太凶了，你这个。不过你说这打呼噜这事，我又不知道，对不对？哎呀，我昨天我真的是我好困啊，我今天要早点睡觉。那行了，那你说这玩意儿有啥招没啊？这个。不知道啊，你跟你前任在一块儿的时候，你打呼噜吗？我不知道，没睡过。呵，我真不知道。你前任没吐槽过你吗？在这方面？没睡到过一块儿。我真想，我想踹死你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打算去赶集。跟我的小外甥，我们全家人去赶集啦！来赶集啦！赶集卖的东西就是稍微便宜一点，还是在家好，在家想吃啥有啥哈，想吃啥，想吃啥老妈做啥。还可以赶个集，多好！可能以后要是结了婚，就哎，感觉就想吃什么还得自己弄吧。结了婚你想吃什么你就回家呗，回家我给你弄，我给你做。感觉一转眼也挺快哈，我都那么大了也该结婚了，可不不小了呗。哎，我要结了婚，感觉真舍不得家里边。舍不得该接也得接呀。妈，我要是结婚，你有什么要求吗？没什么要求。嗯，只要你们俩好好的就行。是不是得回来看看我？嗯。啊，只要是对你好就行。人家不都说那个嫁出的闺女泼出的水吗？闺女永远是妈的小棉袄。只要你们俩好好的。啊、嗯。就行了。关键是他对你好。是。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哈。哎呀，听见老妈说这个话，就心里边感觉好像可不是滋味了啊。你回来啦？哎呀，辛苦的宝宝，你吃饭了吗？没呢。哎呀，本来我今天说吃烤肉的，但是你不是今天加班都11点多了，你现在都快12点了，那怎么办？那我可以弄一个，要不简单吃点，弄个自嗨锅吧。行，那你先洗一洗，我先弄啊。啊，好的，那我先换了就。好的，辛苦的西哥呀。嗯。哎呀，别亲了。饿了吧？嗯，是饿了。你一直就没吃东西啊？嘿，我就发现这帮人一个比一个熬得住。天，我以为你得在那儿，你吃点东西呢。没吃，哎呀，我今天晚上，哎。我本来打算今天晚上咱俩回去吃烤肉的哈，食材我都买好了。是吧？
然后但是你直接通知我说你晚上要加班，然后哎，我说那就完了，我说那就吃不了了呗。那宝宝你也没吃啊？我一会儿跟你吃一点得。行，咱俩就随便想垫一点的，咱就睡觉了。嗯，困着脑袋都跳着。是呢。这什么味道呢？这个好像是辣的。没事，吃点辣的精神精神。嗯。姐，主要是你知道，今天我把所有的食材都已经洗好了哈，哦、然后就等着说你回家，咱们就直接吃，直接弄的。那就明天吃吧。明天吧，只有。嗯，好吧，那你快去吧，我把这个弄上，咱们就吃。好嘞，哎，好吃饭吧，你看又多了什么。我的天，这么大一锅。我今天把那个我不是打算烤肉的那个食材嘛，我又用火锅底料给它煮了，我怕这点不够你吃的。你今天这么忙这么辛苦，多吃一点。我天，咱们大十二点了吃这么多。对，现在已经半夜十二点多了，没谁了。吃吧吃吧吃吧。是吧，你尝尝。哎呦，见了。没事吧？没事没事。你尝这好吃吗？嗯，还行，味道挺好吃。这牛肚，我要吃你煮的。嗯，开心吗？那我就当补回来了。对，你多吃点，你是不是饿坏了？嗯，不要老熬夜，你熬夜我都心疼。嗯，我觉得从明天开始我也就早点睡了。身体真的是第一位，什么都不是第一位，身体是第一位，知道吗？嗯，明天开始我也早点睡。嗯。只能说现在年底吧，年底忙哈。嗯，西哥西哥你在干什么？风浪没平息，我宣告奔跑的意义，这不是叛逆，我只是淋了一场雨，没怀疑燃烧的梦。我预备了。我真是，我不该问你这句话，我走了，我给你整吃的去。我跟你说，我就不应该问西哥这个话。你吃什么呀？您整什么？我吃什么？我给你弄一个那个六个核桃，再给你弄个煮个鸡蛋吧。行。哎呀，真是的。再给他煮个鸡蛋，跟他这个煮一起应该可以吧。现在是西哥晚上加餐的时间。哎，我发现现在西哥晚上也开始加餐了，现在已经晚上十一点多点。哎，现在十一点多少了？现在11:40。现在11:40了啊、哦、哎呦天，那你吃完了不长肉啊？这个吃鸡蛋应该不会吧。那你等着吧，一会儿我给你煮完了我给你哦。嗯，来，皇上，您的餐好了，先喝这个。嘿，这都叫皇上了。这家伙现在芝芝我都成习惯了哈。有点烫啊，这样亮亮吧。我亮亮再喝。哎，别！你这是不是知识我都成习惯了？还是有了。这家伙随手就开始让我弄东西，弄这弄那的。嘿，您就成了皇上了，我就开始供着你，伺候你的。哎呦，我也瞧你这话说的，这咱们俩不是互相的吗？我这属于现在做什么？我这属于做你的保姆了。没有，怎么会？是我的宝贝儿，不是保姆啊。